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第二小段带领兼生天留一点时间的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吐血法师留一点哈。好来，阿姐来讲到这里哈，连这个交朋友哈，交朋友一般是讲较同性的哈，男生交男生，女生交，阿那讲到哈，这个两性关系还是怕妻啦，还是怕腿啊哈。这个当然即嘛冇同性恋啦，这一点嘛无排斥，但是我较哈对这哈，这应该是。哦，我的倾向讲爱家己尊重，但是也不要干扰到其他人哈、哦，其他的人的这个哈，哦、这个作息啊，是咱的价值观的安排啦哈。你母的，我母啊，这点是一定要跟这个时代力量哈、哦，跟这个哈、哦，社会民主党较无共的哈、哦。我是讲爱尊重，但是卖干造成干扰哈、哦。好来，啊这个哈、哦，这个。现在来讲的爬起来爬腿，这爬起来爬腿，咱定看一种吼，比如查甫查某拢有啦吼，比如这查甫吼啊，杀掉这查某，吼杀掉吼，那个较水的啊，那一个通常那较水的拢啊两，一个同一个场合拢两三个查甫哩对哩约吼，啊你看一种查甫吼，伊其实伊感觉讲嘿，足自信的，啊我吼，我介你。吼、哦，要跟你做朋友，啊，要跟你亲近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要跟你暗示我爱你，咩啦？哎呦，讲话哈得安尼吼，这谄媚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吼，吼、哦、送物件啦，吼、哦，这种还好，这算停留在这个礼貌的层次，过来进一步，吼、哦，脚来手来，啊，手就共摸头摸啦，摸这个腰啦，摸迄个肩胛头啦，吼、哦，其实。一般来讲，查某一百个有95个是感觉做家己要靠你遐忙要啥？咱我们有那么熟吗？赶快嘞！啊，当然这我即马讲拢平等咧讲吼，有当遐有诶查某囡去杀掉这查甫，伊嘛伤过直接吼、哦，表现较红，感觉哎呀，那你还随便啊？为啥？为查某啊阴暗？直接大家打熟悉尔，阴暗就对伊走啊！吼、哦，其实查某拢会引起。哈、哦，副作用，这种副作用啊，就讲、是、你未和迄个查甫吼，感觉哈、哦，哎呦，我这很珍贵呢，我爱你未丢哈，迄、哦那个贵的感觉没有了，贵气无迄个贵气哈。这个我讲过咱台湾人呢，老爸老母咧甲查某囝哈，好名哈，这里有一个足大学问哈，讲查甫名吼，较社会化哈，查甫名有足侪种类哈，譬如讲有诶好迄个哈。哦，中啦、义啦、信啦，吼、哦，有啊，中啦、啊义啦、啊信啦、啊仁啦，吼、哦，有迄个中忠孝节义的，迄是，因为古早查甫人代表社会主流，啊，这个阮囝是哦，中足中诶，吼、哦，足有义气诶，吼、哦，中义吼，啊嘛有啦，嘛有好一寡较查甫人，好一寡较男性，吼、哦，男人气味诶，吼、哦。雄啦，雄哥啦，伟哥啦，哈，伟哥，哈，哈，查甫较多元化，哈，这伊个伊这社会主流价值，哈，甚至道德观念，哈，啊，有是好，哈，迄个要做大代志，哈，哦，这个，哈，这个，阿国啊啦，什么国，什么宪法的宪，哦，这种做正版的，哈，啊，无就迄个较爽，但是一看咱这爸母的姿态，阿宅，哈。发财哦，阿发啦哦，张荣发，你真正发财哈！阿庆啊，王英庆哦，这满门哦，这个一门喜庆啊！吼、哦，这查甫的较多，但查某吼，你主要看哦。但即摆现代有加一种迄、那个哦，形容词如诗如画，一种诗什么宛啊宛如啦，什么什么哈，所以啊，什么什么。什么雨寒呐、啊？迄种还较诗意的、哦、但是古早的蔡琴的名字，查某囡仔的名吼，伊这個变化较少吼、哦。啊，上蔡琴啊，中的蔡琴什么？迄字美一定爱美吼、哦。阿美啊，哎呦，阿辉啊，阿美啊，这种的吼，阿美啊，比如生作水啊，我希望阮查某囡仔大汉水唔再有人对，但是。干那水无效，那么就重点嘞。水第一点，水哈，有诶，不是天生自然的水，有诶，啊，这个老爸老母都，吼、哦，遗传就是生出来就差不多，甲摇头啊差不多，吼、哦，都无可能水啊，这，吼、哦，哎，你粒粒，
嗯，靠腰，这个无可能，这个噪音呢，搁合理去整容嘛，未讲盖水啊，水较无了掌控，啊，过来水，那真正要改变啊，就是化妆啊，嗯，一直搞一直搞，啊，跟你来真正有伤歹，啊，搞搞混一直搞，无嘛都好啊，头毛老长长好啊，意思啊，那真正。弄不好嘞，无去，搁去动手术啦，吼、哦！即卖医学技术，歹嘛，当变水啊，去刮刮嘞，去留留嘞，吼、哦！哎，这吼、哦，是水美，但是希望古早因为无这技术嘛，啊，古早嘛无化妆师嘛，无啊，所以希望讲阮早间后盖变水，哦，水这足侪人要做，要爱，吼、哦！这个水吼、哦，一直也捌讲过，唔是干那面啦，因为咱过去咧讲说，啊，就脸孔很漂亮，当然还佫包括身材，吼、哦，甚至啥。你若要用女性动物的角度看，走路嘛真娘，你走路腰爱吼，腰爱又细腰啊，脚掌了爱翘翘，还是比较上大裤啊，对吧？脚腿也水啊，这水是吼、哦、有一些共同标准吼、哦。但是你注意，我今嘛要讲的咪水哦，是迄、那个一旦透过学习造成查甫人看到你的去哪出头顶，嘿，迄、那个。另外个，除了水以外个，因为水会改变过来，水个咱台还无讲的，个别讲了，会老啊，吼、哦。老实讲啊，迄查某囡仔，你若讲十八九岁啊，二十外岁啊，即马甚至较延长三十外岁，迄大家嘛水，吼、哦。佮乎你真正遗传无介好，吼、哦。啊，恁老爸老母生做像摇头，你那迄个年岁拢生做袂歹啦，袂讲歹到外歹，吼、哦。但是，迄事实讲，吼、哦，你若较操劳，四十外岁的话，开始。磨去啊，吼，肥起来磨去，五十几个哇，开始摇摇摇，我才六十几个哇，未看见啦，对吧？就无法度，这大自然呐，天公伯就安尼设计，要靠人未老是啥物？这个咪妖怪讲，吼，会老，吼，所以这物件基本上人吼，一旦控制有限啊，就化化妆啦、整容啦，吼，啊，过来，剩下你抵抗不了你老化啊，吼，啊，就变肥胖啊，这无法度抵抗。啊，人嘛，袂使拢无食，无食为着要水，拢无食吼，爱水唔加到鼻水吼、哦。但是台湾人伫这个后面内底，伊就因温种的一个学习的因素上面，好、啊、来，咱刚刚讲这个水吼、哦，这个美吼，作、哦、者叫做什么阿米啊，是米什么吼、哦？有诶米第二个字，有第三个字，拢会倒另外字吼。譬如说，来啊、哦，同接听着小米啊，吼、哦。三点水一个阿叔，迄个叔，迄个叔什么意思？就是吼、哦，温柔体贴，吼、哦，做吼、哦、做女人味啊，静静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袂安尼袂安尼，迄叔本身在定听着咧，吼、哦，小女啦，小女淑女，就是袂安尼，哎呦，这三八二都过，我比咧查甫人，我比摸，我比靠，吼、哦，因为。人生都袂歹，但是我看到查甫又酒那里面，哎呦，脸啊都歪过啊，增加了块，啊，袂显示讲伊足可爱啊，做查甫大家拢袂，吼、哦，看到伊拢会讲好个，一直歪过。我问你，哎，你跟俗这个字就相反了，你看你这是啥小，你从哪里整小？你是趁食的呢？啊、哦，俗吼、哦，这查囡你等到如文。文静哈、哦，这些俗有作者艺术啦，包括你讲吼娴熟的讲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做这人分真骨力吼，啊，咱大概食饭食啉烧酒了，哦，赶紧来桌啊顶安尼收拾的，我切桌啊切切的，哦，而且这早起来那安尼，吼、哦，哎、啊，这乖安尼，这乖这得人听，俗迄是俗吼，啊，这就叫，这其实都是你。这当然，这有淡薄仔个大男人主义，但是伫古早迄个社会都有影啊，这种个引起查甫人个，也是感觉有爱在心里口难开，你靠，这个还怕欠在外头哩吼，俗即是俗吼，所以你啊，现在这两个到最，你干那美无好，你爱俗美，哦，还是美俗嘛，不要紧，俗美来这种哈，这个俗都跟美无直接关系，你反正人无话水，但是。你得到这个熟力，学到这个，要安那很娴熟啊呢？哦，做体贴啊，对人做礼貌啊，真有迄、那个，女人味就跑出来了。哦，来熟。第二字哦，咱定这甲这蜜名字的蜜哈合作，啊这桂啊，桂梅、桂蜜哈，啊为了是玫瑰嘛有啦哈，桂梅、玫瑰，
其实这个贵吼，因为有的人不爱写个像，可能感觉这像过明显啊，所以有人改做是桂花的桂哈，桂美美桂啊，这嘛有哈。而且这桂上面哎，有个无同啊，这是桂的，伊要显示的查某人的女人味的吼，好难看得足水的，但是佫得袂到啊。什么叫做桂？贵气的贵了。买袂到啦，你有钱就买袂到，嗯，即卡手指，即卡即名家雕，即唔是干那几万尔，伊是一个足有名的雕刻师刻的，吼、哦，迄本来普通几万，普通拢阁打一个八百一千的工钱，即粒干那迄个大师刻名底下，即粒手指，吼、哦，听讲卖十万，吼、哦，本来几万干那几万差不多十四万尔，去挂迄个名家名，吼、哦，刻名底下值十万。买袂到，你有钱嘛？买袂到啊！唔是讲你有金嘛？要跟人玩啦，要跟人玩不爱，这个贵气换不到，得不到的东西叫做贵啦，哈、哦！啊，我问你啦，你一个查某人，哦，你就算讲你身都袂歹，身都真水，啊，你若无迄个贵气，无迄个贵气，什么意思？啊、这个也好，迄、那个也好，啊，过来过去啊，嗯，啊，这个看到这个烟斗的，啊，一暝在遐转转来，在遐一支嘴咧，那、啊、哈。哦一支吹火雷雷，顶下转转，嗯，啊，阴暗就撮走啊，嗯，啊靠，遐撮去买啊，啊，这就靠在那撮走啊，这个几率差不多啊，是啊，你睡是睡，但是你变作吼，你那个贵气不见了吼、哦，这台湾人你好早跟你名，哎，他很，伊其实有意思的，啊，不是讲领导安尼引导，咪有一个共识，什么叫做赞的早，大家学落去早吼、哦、来，熟梅、桂梅啊，桂、哦、什么惠梅啊惠。哦怎么惠美嘛，做这样，啊，这惠美的有啊，或者智慧的慧啦，啊，马惠的哈，恩惠的惠，哎，艺术差不多，迄个慧是较智慧的慧较重头脑，哦，这查某囡仔不是干那水鸟，佫巧哦，头脑才较无好怪哦，嗯，你怪伊袂惊哦，就慧美美慧哦，再讲讲个大家看到，你个公园走马穿小啊，你不代表讲，而且名太济，这种名实在有够普遍的。人讲是，台湾人敢那讲这个惠美美惠淑美美美淑啊，贵美美贵，过来过美顶完过倒几字，哎，倒起迄字就是你家己讲吼，迄个部分写在学，我怎么你讲学习啊？交男女朋友是可以学习，所以吼，他都要讲几大片山片，就是你讲，查囡仔其实也在学呢，哈。你茫看，你像日本迄个艺妓吼，艺妓吼，艺妓其实有诶无介水呢，毋是讲艺妓，但艺妓现在伫日本变作一种文化吼，然后咱台语也做艺旦啦，艺旦吼，伊就是伊学一寡吼，比如诶，伊也晓音乐，欣赏音乐，泡茶吼，啊，佫会晓面对查甫人伊。哎，安那只毋是生奶奶，毋是狗，毋是烤汤鸡都好安尼，你也会晓互伊感觉哦，吼、哦，这个很难得不到。哇、哦，这个早会当个安尼，做伙开讲两点钟，这唔知叫我开一万两万，我嘛买哈。意志是已经发展对迄人的本身的水以外，而一寡吼吸引查甫人女人味，伊拢一开始吸着哈。这哈、哦，这其实不管你生做水歹，你也开始学遐物件。这是这样来学习不？这不是你天生自然的。迄个美哈，迄个美可能是天生自然的，但是迄、那个。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、那个贵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贵啦，迄，嗯，不是得贵哦，迄、那个贵气的贵，即个学，吼、哦，你买晒讲有点装模作样啦，吼、哦，装模那是吼，啊，有的人讲是闷骚型，什么查甫人咧讲，啊，就点点啊，食啥我讲不大容易被挑逗，啊，一听你讲安尼冷冷的，微微啊笑，吼、哦，安尼你别好样呢，别好样呢，这个怎啊？起效无简单，伊对看你，伊对到底这个查某对这在座有三个条件未歹，查甫伊到底是啥条对一个看未出来哦。啊，要走的时伊嘛，伊就家己屁股拍拍，他爸爸就把他载走了。念头三个念头推下底下咧，你老脆喏吼，这哈、哦、这是查甫伊买学呢，伊爱学这种要安那吸引男人的东西哈，迄、哦、女人味要安那出来，女人味吼、哦，这哪敢那要讲这女人味这三字吼、哦，我甲你讲，咱这讲一百集讲不完，那你们有啥一定这里、个、吼、哦、有读过这方面的书，过想过做一个案例哈、哦。好，咱今嘛先跳进来吼，为着下集要来报上就讲啊男人味哩、哦，男人味买学呢。欸，我头拄仔讲个，有诶查甫吼，爬起来功夫实在是两公吼，
看到说，哎呦，鬼魔鬼啊，哦，还是讲男优啦，哦，蒙头毛啦，哎呦，好漂亮啊，哎呦，跟明天请你看电影好不好？这种的哦，一般来讲啦，除非迄个查某有哪有哪素质无介高。一般还找我是无啥介意，这考一下，你看这啊，恁别恁早晚啦，生这水，啊，拄着唔知偌济，唔知偌济人，要来骗术，我也唔知，哎，所以你别引起伊注意，真正这个男人为啥，吼、哦，来，哎，几项咧，足简单咧，吼、哦，无像恁想遐困难，第一点，爱有腹内爱有物件，哎，肚子里啊，你讲话出来，你未不多话，未够话。哦，啊，但是讲出来，人哎呦靠，这读过足济册，哎呦，小姐袂使学，过来，唔是有读册尔，有一种吼，迄、哦那个沉沉的杀气，吼、哦，就讲你若我做人足温和，我袂歹哦，但你若吼、哦、用武力，也是用迄个暴力来，恁爸一刀就解，就一枪就解断死啊，吼、哦，有一种杀气，迄、那个杀气上，迄足歹形容，有个人你就干那看伊在坐啊，点点，啊，面啊笑笑，哈、哦。可能这咩，唔系当时要挑动吼，挑动，黄河，这个挑动天下反哈，唔知当时要舞一件大件，唔知啊，你看个足平静诶，足沉稳诶，迄沉稳哈，沉稳甲爆发力应该这两项要夹做，其实沉稳甲爆发力是夹做好诶物件哈，你这人啦做沉沉啊，但是一旦讲话，一旦有啥物采取啥物行动，好。你绝对对袂到，啊，这是爆发力。我讲查某看到这在三条啦，真正三条，靠！我这个还得了，我这个来做案蛮外好哩，哎呦，惊死啦！后来惊成功啊，这项，以及狂牛仔，拜拜。